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敬静默。弟兄姊妹，在这个复活节的日子，我们一起来到庆祝主耶稣基督复生。一起低头祷告，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恩典、你的能力实在是超乎我们所想。主啊，当我们以为主耶稣基督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被埋葬的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怎样我们对他的信心可以给我们去到你的面前。神啊，我们赞美你的奇妙，原来你让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过来。主啊，使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也都可以跟他一起复活，得到永生。天父啊，我们赞美你，你的大能实在是无可比较。主啊，你的恩典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怎样来到感谢。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主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一起来到敬拜祂的时候，主啊，我们存住欢喜快乐的心，我们来赞美你，我们来感谢你，
我们更加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受死被埋葬，但是他今天荣耀的复活过来，在坟墓里面再看不到那个曾经被埋葬的耶稣，只有在加利利当门徒去到那里的时候，主要他们可以见到他，在主耶稣基督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到主耶稣基督，在人的地方我们找不到。我们多谢你的恩典，多谢你给我们的指引，主要愿意我们弟兄姊妹都一起去到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见到他，我们可以见到你。主要更加愿意我们弟兄姊妹好像基督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一样，我们将你的旨意放在我们的旨意的面前，主要我们看到你大能的手段的时候，主要我们怎可以不降服在你的面前。所以我们实在要献上感谢，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启示经文，归信基督。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人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他是神的圣者。神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一起再来唱诗。主名至宝，耶稣基督的名赐落来，使我们可以因为相信祂而得救。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
兄姐妹，今日我哋读嘅经文记载喺《路加福音》24:1-12。《路加福音》24:1。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阿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希奇所成的事。神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起了思想，他不在这里。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去找的地方，会不会有一个信息说他不在这里呢？那我们应该去哪里找？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已经不见了。当我们去到以为可以找到他的地方，你跟我们说他不在这里。但主耶稣基督在哪里呢？求你自己的灵来的帮助我们明白圣经里面你要向我们讲的话，给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在死人中来到找活人。天父，我们恭敬将以下时间仰望在你手里面，在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里面，主要给我们知道我们的复活主在哪里，给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他，给我知道我们可以在哪里来到见到我们的主。我们恭敬地将以下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带领我们祈祷靠赖主耶稣基督圣灵给阿们。顶着我们一起在上个礼拜，我们一起看到当主耶稣基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在他的工作上面尽忠，完成他最后的在地上的工作，遵行神的旨意。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有思想过主耶稣基督的祈祷，话父啊，如果可以将这个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也照你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主
主耶稣基督尽忠的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以色列人承认，当跟随他的人承认他是他们的王的时候，他们歌颂神，将主耶稣基督带到去圣殿。去到圣殿之前，主耶稣基督看到圣城的时候，为他哀哭，因为那些人不知道会发生的这些事情。主耶稣基督知道，当他们这样离开神的时候，耶路撒冷会被毁灭。所以公元70年的时候，罗马大军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真的将这座城拆了。主耶稣基督去到圣殿，将圣殿里面的人赶走。他说这个殿应该是祷告的殿，为什么将它变成贼窝来到做买卖？然后主耶稣基督天天在殿里面教训人，很多人听他，亦都很多人不听他。不听他的人就在这个礼拜里面将他捉拿定罪，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以为解决了这个问题，耶稣不会再在他们面前出现，他们不需要再担心耶稣在圣殿那里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人以为用人的方法可以阻挡神要做的事，但我们今天看见，当一个礼拜过了之后，礼拜五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第一日，咁跟住佢哋过安息日。过安息日嘅时候，佢哋乜嘢都唔可以做，好多人就等第二日。第三日是一个清早的时候，有几个人预备好香料要去膏耶稣。七日的头一日，弟兄姊妹，我们要讲的是礼拜五的黄昏至礼拜六的黄昏是犹太人的安息日。礼拜六的黄昏之后就是叫第七日，那也都是按历法来计的第三日。礼拜五是第一日，礼拜六是第二日，礼拜二日是第三日。在第三日的时候，在他们可以做事的时候，在清晨日光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去到坟墓前面。这些妇女是什么人？圣经跟你说，在第三日他们过了安息日可以做事的时候，有几个女人居然走到去耶稣的坟墓那里，想要做什么？原来他们想去膏耶稣。因为耶稣基督被安葬的时候，是阿里马太的约瑟和比拉多拿了他们的尸体葬住在这里的时候，这些在外面看的人，他们没有份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要去这样做。这些女人是谁？在第23:49那里跟你说，有一些同耶稣相熟的人，同埋有啲从加利利跟随住佢嚟到耶路撒冷嘅妇女们，都远远嘅站住睇呢啲事，睇耶稣被从十字架上攞落嚟，阿利马太嘅约瑟带咗翻去，将佢送去。
揾嚿大石头挡住墓门口。呢啲女人都睇见，咁呢个女人系边个？啊，路加喺嗰度冇写，但系喺第十节嘅时候咧，佢就同我哋讲，有抹大拉嘅玛利亚，有约阿拿，有雅各嘅母亲玛利亚，仲有同埋喺佢哋一切嘅妇女。弟兄姊妹，系女人嚟到做呢啲事情，男人去咗边？所以我时常都讲，姊妹系比弟兄更爱主，因为喺佢哋有能力做咩嘢嘅时候，佢哋就马上开始做。佢哋去到坟墓前嘅时候，睇见一个好奇怪嘅现象，挡住坟墓嘅嗰个大石头已经被滚开咗。佢哋去之前，原来系担心紧石头咁大嚿，我哋点可以将佢攞开入到去呢？但是当他们去到的时候，石头已经碌开了。等节目我们在上个礼拜谈到，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在做的事情要忠心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在这里，当这一班妇女要去到尊敬主耶稣，去高抹他的身体的时候，他们的难处神为他们预备了。他们知道有难处，但是他们不知道神为他们解决了。但是那些难处不影响到他们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弟兄姊妹，当我们侍奉的时候，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态度？当我们看到有难处的时候，我们还是勇往直前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神为我们开路。如果我们做他的工作，难处在神面前完全不算是一回事。当人愿意去做神的工作，神喜欢的工作的时候，神有我们想不到的预备。这班妇女见到了，当他们举到的时候，坟墓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就入去，突然间入去的时候见不到主耶稣的身体。可能这里可能有两个想象都不定。第一，有没有行错呢？会不会去到一个根本就没有东西的坟墓里面呢？或者是走错了地方呢？我们很确认看到呢，原来他们没有看错地方。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张脸伏地。突然之间，他们见到有两个人衣服会放光的，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人。有可能他们想象天使，因为犹太人呢是相信有天使的，所以他们惊怕，脸伏于地。两个神派两个天使去跟他们说什么？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你们为什么来到埋葬死人的地方来到找一个活人？不是啊，我们来找耶稣啊。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尸体被拿下来了，被埋葬的，怎么可能
唔喺死人嗰度。弟兄姊妹，喺呢度我哋要睇到嘅时候，因为我哋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系复活嘅主，复活嘅主再唔喺死人里边。当我哋谂到一个问，谂到呢度嘅时候，弟兄姊妹，我哋喺想喺乜嘢地方嚟到揾到主耶稣基督咧？喺教会里边，时常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唔同嘅人嚟到做唔同嘅事。佢哋想喺佢哋做嘅事情上边嚟揾到耶稣，于是我哋就听见有好多好多嘅异端，好多好多嘅假师傅，佢哋讲一啲嘢出嚟，佢哋讲一啲嘢出嚟嘅时候，要迷惑基督徒，使佢哋能够跟随佢哋。就跟随耶稣，主耶稣基督话：你哋要警醒，因为嗰啲人有可能系政治力量，有可能系经济力量，亦都有可能系夹埋一齐，更有可能嘅系唔同嘅宗教力量，因为呢啲都系喺启示录里边。神曾经向我们提示过的地方，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弟兄姊妹，我们要分别的是什么呢？不要在死人里面来到找活人，不要在那些会预定了要死的人里面来到找到主耶稣基督。我们不可以入去他们里面，这个是我们要警醒的一个原因。在死人中找不到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在现在的社会，在跟社会、跟文化、跟宗教挂钩立在一起的时候，找不到主耶稣基督。只有在主耶稣基督话语里面可以找到主耶稣。我们今天就在很多这样的环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异端邪说来到引诱我们，来到引诱我们，给我们不知道我们所行的路应该是怎样。所以呢，我们要小心分辨乜嘢叫做喺死人里边嚟到揾活人。弟兄姊妹，喺死人里边嘅就系话喺嗰啲冇永远生命嘅人里边。大家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个，有人话主耶稣基督，我想跟随你，但系有好多嘢要做，等我翻去埋葬咗我嘅父亲先。主耶稣基督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在不要去一些没有生命、找不到永远生命的地方，来到尝试找到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要去到他里面，将那些愿意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将他们救出来，让他们离开那个圈子，进入来基督里面，这样就找到复活的主了。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主耶稣基督不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世界已经将他钉死了。他现在是一个复活的主，不在这个世界里面。
世界和主耶稣基督已经分开了。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过什么话？他说当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讲给你听什么？人子必须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主耶稣基督讲过，不过他们不听，不记得了。他们不记得了，主耶稣基督跟他说，这件事情要发生的程序，人子要钉十字架，第三日会复活。他跟人不同，死了之后要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这几个姊妹全部都听过耶稣基督讲的，他们想起耶稣的话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一样很重要的事，圣经跟我们讲的话对我们的救恩是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需要加多，亦都不能够减少，只不过我们时常不记得了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的话。天使对这些姊妹们所讲的话是话，记不记得他这样讲过啊？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叫我们做什么啊？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已经是复活的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时常记得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是已经不在这个世界里面？那我们在哪里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复活的主呢？他要我们去的地方，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记得神想我们这样吗？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找到复活的主。当我们遵行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训的时候，我们就不在世界里面，我们找到我们复活的主。多谢主时常提醒我们，他说圣灵就是要帮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话，还有明白他的话。很开心的这几个妇女就是将这一切事，他们看到的，他们听到的，神为他们的预备，回去讲给十一个使徒听，回去讲给十一个使徒听。神怎样为我们预备，碌开了个石头，神怎样来到跟我们讲，不要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神怎样跟我们说，想回起耶稣基督跟我们说的话，记得吗？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这些是什么人啊？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约阿拿、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跟他们在一起的妇女。这些妇女是看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被埋葬的人。马可福音跟我们说，那些妇女就是这些人，抹大拉的玛利亚、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撒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跟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他们亲眼见到耶稣被埋葬。他们回去跟他们说，
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十一个使徒，当耶稣被逮捕的时候，走散了。我们知道约翰和彼得曾经去过听审，其他的不知道走了去哪里，可能他们没有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形。起码约翰有在这里，因为主耶稣基督可以跟他讲话，看你的母亲，看你的儿子。其他的我们不知道走了去哪里，但是他们大家都不相信神的话，耶稣基督讲过的话，女人向他们提出来的时候，他们都不接受。是啊，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复活的耶稣，有多少人会相信你呢？不相信你的时候，那怎样？继续讲，继续讲，因为女人讲的话，当时他们是不相信的，这个是人的现象，我们千万不要上当。他们这些话，信徒以为是，师徒以为是胡言，十一个人都不信，那他们怎样？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彼得自己说，我起身，我去到坟墓里面看，看到的时候，只是见到细麻布，人不在。彼得没有再说他自己到底心里面怎样想。彼得说他自己心里稀奇所成的事，他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在这里想到，可能他想起那些姊妹所说的话，他想起耶稣基督所说过的话，他再想起主耶稣基督跟他说，今天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当他真的知道他自己三次不认耶稣的时候，他知道耶稣说的话是实在，是真的。我相信他看完之后，他相信耶稣复活了。但彼得没有表扬自己。弟兄姊妹，从我们自己的经历，从我们读过的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有没有记起圣经向我们讲的话？我们在什么地方来到找耶稣呢？人讲的话，我们凭什么相信呢？彼得起来，去到坟墓里面，看一看，我们要不要去看呢？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心里稀奇所成的事。我相信彼得看到之后，自己去过之后，试过了，他知道所成的事是什么。等一会我们记住，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不可以再在世界上找到他，
但是他留下的有他的话语，他给我们的有圣灵，我们只可以在对他话语的认识，只可以相信他对我们所说的话，相信他现在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我们只可以在那个地方找到他。我们再去四围找的时候找不到他，他不在这里。弟兄姊妹，当我们要去到世界，同世界同不相信的人接触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做什么，我们不是去入面去找到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去里面将那些人找出来，将福音传给他们听，是耶稣基督留下给我们的工作，做给门徒看的榜样，尽忠的去做他交代我们要做的事。他不在我们可以见到的地方，但是他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在地上来到生活。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的恩典，复活的主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他说圣灵要住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时常想起他讲过的话，帮助我们明白他要我们明白他讲的话的意思，使我们可以遵行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就成圣，与世界分离，我们跟随的是复活的主，而不是世界要求我们的。主要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信仰要带我们去到哪里，让我们知道在哪个地方可以找到我们的复活的主。我们多谢你，祈祷感谢靠赖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歌颂我们的神，主活着。Bye.
生命窄路通过，祈祷耶稣救人能渡万邦。若问我怎知他活着，他活在我心中。弟兄姊妹，我哋一齐嚟唱三一颂。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阿门。